什么时候失踪的？三天前，我当时也没当回事儿。这月已经第四个了。当家的，李启来啊！给我们孩子报官吧。住手！我是千宝一团团长赵学民。我们迷雾村的事，什么时候轮得到外人来插手啊？村里这帮人处处忌忌，我一定要改变。住手！ 破坏祭祀，也一起丢下去。及时到！死人了！死人了！这月已经第四个，老李头死无全尸。 不能葬在村子里。迷雾村千百年来，敬畏景龙啊！倒是要看看这景龙王，还能把我怎样？这迷雾村真是不太平啊！ 住手！不同规矩！老李头死无全尸，身上生出邪祟，不能葬在村子里。村里就怕整不祥之兆啊！村里这帮人处处忌忌，整日装神弄鬼的，我一定要改变。迷雾村千百年来敬畏景龙啊，这是历代立下来的规矩，不是你想变就能变的。我倒是要看看这景龙王还能把我怎样。